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阿弥陀佛。请大家翻开《沙弥利益要略真注》卷上第十一面，十一页，第十一页第一面。我们从这个第六行，第六行当中看起，从出世间圣人这一句看起，第十一页第一面第六行当中，出世间圣人这一段看起。我先将这一段念变，出世间圣人则不闻其声，知九戒情，通地理，畅众机，以法界合其德，以二字合其名，以四机合其节，以众圣合其明显，斯乃佛大圣人至周法界，穷理尽性之绝量，尚非声闻缘觉境界，况其他圣乎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，这一段是给我们解释呢，出世间圣人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看到真注啊，给我们解释。世间圣人，那么世间圣人呢，他能通达的就是一生一世，那么在我们眼前呢，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这个话，那么这个之外呢，世间圣人他们就不能理解了，他们就不能理解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出世间圣人呢，那么这个就圆满了，可以说达到究竟了。出世间圣人呢，则不闻其声，知九戒情。这个九戒昨天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一般呢，我们讲。这个法界呢，分为十个法界。这个法界，这边也有这个词典。法界这两个字，构成现象的法则和实际，空性、真如、同义、辩中、辩论。在辩中辩论呢，这个论这部书里面呢，上卷由圣法音译说为法界，以一切圣法原始生故。这个法呀，佛法呢讲这个法这个字啊，在佛经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。那佛经以这个法呢，这一个字啊，是代表所有一切的事事物物。所谓万法，用这个名词啊，来代表一切的事物。万法呢，它不是只有一万，它是形容啊，这个宇宙间啊，这一切法。是无量无边的，说不尽的。那么用一个万来代表，不是只有一万个，不是数字，它是一个形容。因为在我们一般人啊，感觉当中万啊，那就相当多了，所以讲万法。那么法就是指一切事物。
切事物，宇宙间一切事物。那么我们知道法这个字它的定义，然后再借这个借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啊，这个借呢上面一个田啊，上面一个田有没有？现在简体字田是不是这样写的？还是这样写的？那下面是一个两个人，那个田呢四个格子有没有？那格子就划分出来了，所以中国这个文字是不可以改的，改了你那个意思就不见了。他就告诉你呢，这画格子是什么呢？有分一个界限的，所以这个界意思就是这么来的。你一个人五个人，我们一个人割一块，这一块你的，这一块我的，那你的跟我的那个当中就有个界限，对不对？像你安徽省，你跟浙江省，那它有个边界了，这个是属于你那一省，这属于我这一省，对不对？这一家呢，这个房子呢，这里是我的家，隔壁隔一道墙，是你家，这叫什么？这界。所以这个界啊，你从就是一个界限，界限。或者讲际，国际这个际，际，际限，界限跟际限，界跟际，它有同等的意思。就是际就是一个边际，那界就是划分，人给它划分出来叫界。那这个界怎么来的呢？怎么会有界呢？人搞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？你人给它划分出来，那么它就出现。那么从这个类推呢，你这个九界啊，就九法界，你刚讲的十法界，这个界啊，它每都是有一个界限。那么这个界限呢，有时候可通，有时候不相通。那这是人搞出来的，人是什么搞出来的？人的分别执着。那原来有没有这个界限呢？原来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个事实。那人的分别执着一出来，那才有这些现象。不然你说界限在哪里？那谁去定？他那个土地，他也不会说，我这里是叫安徽省，那边我这里叫浙江省，他土地会不会这么自己这么讲？他不会啊，是你人给他讲的。是你人给他划分的，那这个划分就叫什么？分别，分别嘛，那分别，然后再一个执着。我们天天听老和尚讲，什么叫分别执着？这个就是分别执着。那佛为什么成佛呢？他这些分别执着没有了，连妄想都没有，恢复到本来，本来就没有这些的。那现在有这些呢？是。虚妄，那不是真的，是你错误的分别执着，你去把它化成很多界限，那自己造成障碍。原来没有障碍的，现在变成重重的障碍。那分别执着越严重，那障碍就越多，就越深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字啊，先把这个字的定义啊，先把它了解清楚。然后。我们看这个文、就比较好讲了、所以这个界的话，界事界限，
没这个一般讲十法界啊，这个法界呢大类分十法界，那么十法界呢从佛菩萨这个包括缘觉天人阿修罗畜生，那是第一，这也共十个法界。那这里讲九界呢，是扣掉这个佛法界，就是佛以下的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共了九界，这个叫九法界。那么我们现在是讲这个十个法界，有十个法界，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一个界限在，界限就是不相通。不相通，那么上面呢它可以通下面的、这个四乘法界呢它们通六道、那天道呢、天人有神通、它可以看见下面的，那我们人道、有的看得到看不到、那么这个彼此之间呢、都有一个界限在，有一个障碍，有一个障碍，所以叫界。它 每一个层次、它都有界限，有个界限，这个叫十法界。那原来有没有这个十法界呢？没有，没有。原来法界是一真法界，是一真。一真法界就是平等的，平等法界叫平等法界。正是平等。那现在为什么有十法界呢？就是因为有分别执着，所以现出十法界，现出十法界。那么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就是佛了。那么还有一点点叫菩萨。那再多一点就是声闻缘觉，那么再来呢，这个六道啊，分别执着就比较重了，但是天道是最好的，那再来是人道，再来阿修罗、畜生、鬼道、地狱，地狱是最严重的，分别执着最严重的。那么这是根据分别执着的程度轻重，那么现出这个法界出来。如果分别执着妄想啊，妄想执着都没有了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那么十法界啊，九法界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所限，这些界限原来没有，那么因为有分别执着呢，它变成原来没有障碍，现在变成障碍很多了。啊，华严经讲啊，理事外事事外，那是讲本来的，本来的。本来呢，这个宇宙间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一真的，啊，没有所谓的十法界。那这一点我们首先有一个了解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出世间圣人，则不闻其声，知九界情。啊，不闻其声。他不用去，听到、这些声音，听到人家说，他都知道。这个知九界情啊，这是我们一般讲啊，
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那么这个宇宙间呢，没有一桩事情佛他不通达的。那么他也不要特地的去请人，请一个人来问啊，这个他都不需要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方世界呢，下几滴雨啊，他都很清楚。啊，这个我们想起来就是不可思议，的确是不可思议。人杰经讲，这个下雨下几滴呀、啊，我都知道，很清楚。哦，我们很难想象，那个下雨下几滴，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也没办法去算。的确是这样，所以他不闻则不闻其声啊，知九界情，九法界的情况，那佛都完全了解。佛没有一桩他不明了。所以彻底究竟明了就佛、嗯、通地理唱众机，以法界合体，通地理，这个通是通达，这个地理啊，这个要大概说一下“地”这个字，地理啊，这个“地”啊，这个“地”我们现在话讲叫“真”，叫真理。地就是真实的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的道理叫地理啊。我们现在的话叫真理。我讲的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来给我们说明，来告诉我们，这个就叫地。那么这里讲啊，这个通地理啊，唱众机，这个众机啊，这两个字呢，这个众是众生，机呢就是它的根基，它的程度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它的程度，或者我们一般社会上人讲的，他这个人的性格，他的性情。众就是所有一切众生，他的根基，他的程度，他的烦恼习气，他过去现在种种的一切，那佛都没有不明白的啊。畅就是畅通啊，无阻啊，畅是畅通，他对众生的根基啊了解的非常清楚，畅通无阻。所以佛讲经说法呀、啊，叫做应机说法。那么说出来的法叫气理气机，不违背这个事实真相，那么也符合呢当前呢、啊、众生呢他的需要，他能够理解，所以有缘遇到佛啊，都能够得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佛他能观机，唱众机，对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他没有不通畅。没有不了解，畅通无阻。那么这个就是佛了啊，佛。所以呢，能够通地理，畅众机，以法界合其德。这个德是自然的规则，自然的规则。这边有讲啊，构成现象的法则。那么法界都是我们自性现的，那么自性里面呢、啊，它本来就具备万德万法啊，何其自性啊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
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讲的，这个就是法界之德了。法界之德，它就是这样。以二字合其名，这个二字呢，开佛字为二字，曰如理智、无量智，啊，曰根本智、不同智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叫曰真智、俗智，还有叫实智、前智，或者讲一切智、一切种智。要之为四理，一双相对，诸意相通。然华严中多通用如理无量，法相中通用根本堕落，天台中通用前智实智。这个名词啊，讲法不同啊，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，它意思是一样。这个有讲啊，如理智、如量智，如就是我们真如理体啊本身的智慧。无量智啊，又叫厚德智，无量智叫厚德智。那么如理智就是根本智。那根本智呢？啊，是什么呢？无知。啊，它是己。啊，根本智是己。己就是无知。那么厚德智啊，如量智啊，就是照。所以一个极一个照，一个前一个实，一个理一个量。那这个前实二智啊，一切智一切种智。这是代表一个体一个用，它的体是空寂的无知，但是你不能给它分开，不能给它分成两半，就是它本来就是寂灭的，这个叫无知。无知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说那个白痴啊，那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无知，不是，不要错会意思啊，那个还能叫佛吗？那个比一般人都不如啦。这个无知呢，它是呢，先清净的时候，它一念不生，它清清净净，但是呢，它对外面的事物非常明了。啊，好像我们这个镜子啊，你擦干净的时候啊，它照外面的照得很清楚，照得很清楚。它这个镜啊，很明亮啊，就像水啊没有波浪的时候呢，照外面的景象照得非常清楚。那么那个叫极。他急的时候他就能照，他照的就是无所不知啊，这是他的作用啊，无所不知。那我们现在凡夫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们出在有知。我们现在呢是不急有知的，这个心很乱。不觉就，这里就不觉了，没有觉照功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不觉啊，有知。哎，我们这样懂得不少哎，
书念的很多啊，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啊。过去有人讲，哎呀，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所以很多人呢念了很多书，啊，知道了不少，但是他心怎么样？知道的越多，他心就越不清净。那有知，但是呢，有很多事情他是有所不知的，那变成呢，所知道的变成很少很少，啊，应该知道的反而都不知道了。那么这个像现在科学家就是这样，科学家就是这样，科学家有知，他知道一部分的这些科学知识、常识。但是呢，这个以外的他就不知道了，他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个在佛法叫所知障，一个烦恼障，一个所知障。因为呢，他心不清净，所以他能够理解的呢，是一个局部性的。所以有知就有所不知，那佛是无知，他无所不知。他为什么无所不知？因为他无知。那这个老和尚讲经常讲，就是我们修行啊，就是恢复到这个急躁啊，你急了，它自然就躁，躁了自然它，它就是一体两面，你不要给它分开啊。好像我们这个手掌啊，啊，一个里面一个外面啊，你不能说，欸，这边跟这边不一样，是两分成两半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体的两面，一体，这个手是一体，但是它有两面啊，啊，一个急一个躁啊。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不能有误会啊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二字啊，我们大概就知道了这个法界二字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以二字何其名啊？这个二字啊，何其名啊？这个二字呢？你跟他相应了，那你对一切都明白了，这是佛。与世机何其劫，劫就是时劫因缘。那么这个世机是一二三四的四机，那么下面呢，这个词典里面呢，给我们讲机则机器也，先解释机这一个字，机器又机也也。那么机器是指机械，是指机械。机缘呢，它是指一个因缘。我们一般讲机会，机缘呢，我们一般人讲叫机会。现在人你讲机缘，一般不是学佛的人他比较不能理解。不是学佛的人讲机会，他就比较容易体会了。那么机缘就是一个机会。那么善根当花名为机，这是在佛学里面讲机。机这个字啊，是善根当花，就是善根啊，这个人啊，他的善根在这个时候应当花起来，这个叫机。这个叫机，那么发起这个善根，好像一个人，哎，他开始来学佛了，哎，这个人有善根哦，啊，这个善根，这个人善根已经啊发现了，啊，已经发现了啊，那还没有发现呢，他不来，他也不想学，不想学，他善根还没有发起来，那想学呢，善根已经发起来。那么善根花起来呢，那么这个当中还有很多层次的啊。第一个是人天机啊，这讲四机啊，四个种类啊，四种分机。第一个人天机，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人天机也啊。那么现在老上提倡的啊，这个
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页道经啊，这是教我们什么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莫行，教我们认识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啊，然后呢再去断恶修善。那么这个叫人天经，人天经就是修这个人天福报，修人天福报。那么第二类呢叫恶成机，为厌恶生死啊先求念的是恶成机。那么这个恶成机为厌恶生死先求念的，这个根基啊，我们一般讲它想解决生死这桩事情，想解决生死这桩事情，那么要寻求涅槃，翻成中文是不生不灭，就是没有生死，不用在六道里面再生生死死死死生生，他想求这个，那么这个叫恶成机，恶成机。那为什么叫他恶成机呢？因为他只是想自己了脱这个生死，那么只是想自己了脱这个生死，其他他还没有想到。那么这样的根基啊，叫恶成机，是恶成机。第三是菩萨机，为先人后己，慈悲仁爱是菩萨机。那么这个注解比较简单一点。其实菩萨机叫出世间圣人啊，不管是声闻菩萨佛呢，但是这个都是一定要了的。现在有很多人学大乘法，往往把这个疏忽了，把这个疏忽了。其实这个疏忽啊，你不想了生死，那么你修得再好啊，只是在人天福报，落在人天机里面。那么修得很正确、很完善了、那成为世间圣人。所以呢，出世间呢，出什么？出生死，出生死，主要是为了这桩事情。那世间人呢，他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，他也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就人天机了。所以一般啊，我们在佛门里面呢，什么机最？这个机最多，人天，求人天福报的最多了。那我们听了佛经了，我们也想到，哎，我们要了生死啊，了生死啊。那实在讲，嘴巴讲了生死，心里并不是真正想了生死，心里还是想着什么呢？人天福报，世间的名闻利养，无欲有所。是想这些，包括我们出家人都一样。这个名闻利养一来，那我们就舍不得，放不下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也不是很好修。为什么不好修呢？牵累太多，牵累太多。为什么呢？一有道场，那你什么事情都来了啊！所以老和尚过去常讲，出了一个小家呢，入一个大家，入一个大家，的确这个也没错。那么佛陀时代呢，你看呢、都是日中一时，三一波，他什么都没有，钱都不拿的，他吃饭呢就去托钵。那么他要断烦恼正果就是这样。那么要求往生呢、也比较恳切，因为什么都没有，那什么都没有，就三件衣服，就一个锅，而且要每天去拖才有的吃，你自己家里又不能设一个厨房，不能自己去买菜，也不能放钱，你什么都没有，那不赶快走那是干什么？那现在为什么走不了呢？因为你太多了，好背的全身重重的。所以李老师啊，
在那个雪庐那个术语里面，他要讲一个比喻，他说这一头很危险，这个森林啊着火了，东岸这里着火了，西岸这边的话很平安。然后呢，这个东岸跟西岸当中有一个独木桥，这么窄啊，独木桥。啊，东岸这边啊，有人啊说，你们赶快跑到西岸去啊，那边安全啊，这边很危险，生命危险。那东岸这边呢，劝你赶快跑，赶快过去那里。啊，西岸那边有人，赶快过来。然后这些逃难的人呢，很多人呢，也是走过这个独木桥，但是都摔下去，悬在深谷里面死掉了。那为什么摔下去呢？背的东西太多了，放不下。嚯、哦，金银珠宝呢，背的太多了，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很多人掉下去了。那么这个东岸这边呢、就劝他。你那些东西要放下，你逃命要紧啊，不要背那些东西的，你一个人赶快走过去就好了。那西岸这边也劝说，哎呀，那些要放下，赶快过来，我这边什么都有，你都不要带，我这边什么都有，你不要带那么多。后来有人觉悟了，那就赶快把那东西放着，赶快走过去，那就。到西岸去了，就得到安全了，得度了。那么这是一个比喻。东岸呢、叫大家赶快去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西岸的时候赶快来是阿弥陀佛。当中这条独木桥呢，就是这一句佛号。那逃难的人就是我们，我们这些逃难的，现在背了一堆，要走这个独木桥呢，这走了就翻下去了。这个善导大师在《观经释体处》有这个，背的太多了啊，就是这个世间的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很危险，要想过去那边，那这个地方这么多东西又放不下，那也念佛走那个独木桥就是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单独这一句佛号，这个独木桥，唯一逃生的通道。但是呢，你背的太多了，虽然念这个佛还是掉下去了，还是堕落了，就是一个比喻啊。所以啊，你厌恶生死啊，那什么都要放下，那这个佛的制度如果出家人能够真正来这样修行，很快会证果。就算我们念佛啊，很快你就会功夫成片。现在为什么都达不到？因为有道场，而且道场盖得比皇宫还漂亮的话，你说他还会想去西方吗？他放得下吗？肯定放不下。因为会去执着那个东西，执着那个东西放不下，放不下呢，你就过不了独木桥，到不到西岸。所以厌恶生死，真正厌恶生死呢，是放下这个世间的这些，他都不在乎的，放下，寻求涅槃。那菩萨呢，也是要了生死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个，他不想了生死，他要再来做人来度众生那如果有人讲了生死，他就会笑他是小乘。是大乘，其实大乘也要了生死而且呢，大乘要了两种生死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都要了。那小乘只有了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还没了所以这一句我们要明白。但是菩萨呢，先人后己，慈悲仁爱是菩萨级。菩萨的种类也很多
我们现在呢，发心呢，行菩发菩提心，行菩萨，你去受个菩萨戒，你也是菩萨。你现在你发心了、啊，要成佛，就是菩萨。现在就是菩萨。那这个菩萨呢，有明智菩萨、实质的菩萨，这个层次还是很多的啊。那我们这个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份的菩萨叫初叶菩萨。啊，初叶就是初学的。这个发起菩萨殊胜是要真讲初叶。那么明心见性的叫慧行菩萨，那么这个当中啊，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等级的，那我们现在是初叶菩萨。那初叶菩萨这个你先人后己，慈悲仁爱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你自己呀、啊、也要修到相当的程度，才能去帮助别人。啊，好像呢，你要做一个救生员，那你自己不会游泳，你怎么去救、啊？我要先人后己，我跳下去，跳下去，你也救不了他，那你自己赔一条命。那这对，不但没有帮助，也是一种错误的做法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救人，可以啊，那你先把本事学好，你才能救，不然你越帮越忙。所以这个菩萨机啊，先生或者这个要明白，自己要修到一个程度。那么同时我们自己修，也在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在自度。啊，菩萨呢，发心帮助别人其实还是自度。真正讲度众生是成佛，成佛他自己觉悟已经圆满，自觉觉他都圆满，所以他那个时候是纯粹是度众生。还没有成佛之前呢，度众生还是度自己，度众生还是度自己，但是菩萨呢发心呢为众生，那么了生死啊，破我执啊，他这个用转换的比较容易，成就效果比较好，比较高。因为小乘呢，他要针对一个我去把它断掉，有一个我在断掉。那菩萨呢，他也转移对象，不要去想我，你去想众生，然后这个我自然就淡化掉。这是大乘他的根基。那么讲这些方法，就是说他能接受、能够理解，这个叫菩萨戒。讲大乘佛，那不能接受呢，这叫二乘经啊。像现在小乘佛教国家，他不承认大乘佛法是佛说的，那么他们属于二乘经。你跟他讲，他不相信啊，他不能接受啊。这个是佛经。第四呢，佛经位于一切诸法而观中道，以顿断诸恶而出生，是佛经。这个佛啊，依照天台宗的分类啊，也是有藏通别眼的四种层次的佛。但是言教的佛才是真正圆满，言教叫别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藏教的佛都叫佛，但是呢不圆满。那么在天台宗这个六级佛，那讲的是更详尽的。第一个理级佛，第二明智级佛，第三观行级佛，第四相似级佛，第五分正级佛，第六究竟级佛。理级佛就是从理体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有佛性，不是佛的。哪一个不是佛？大家通通是佛。理即佛，那明智即佛呢？就是开始学佛的人了，已经知道自己有佛性，自己可以成佛。
但是呢，还没有修行的功夫，叫明智即佛。到了观行即佛啊，你观照有了功夫啊，能够除烦恼啊，这个叫观行。相似即呢，就断见思惑，相似，但还不是真的。到昏正即呢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往后四十一个位次，叫昏正，一昏一昏的正，那昏正即，那正到圆满叫究竟即佛。所以这个六即佛啊，说一切众生啊，哪一个不是佛呢？大家通通是佛啊！看你六即佛现在是哪一个层次的佛啊？还没有学佛的人呢，叫理即佛。从理论上讲，大家都是佛。连那个蚂蚁苍蝇啊，都是佛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佛啊，你给他讲你有佛性啊，他也不承认，他也不相信。但实际上，他不相信，不相信他还是佛嘛，他不明了。那么这里讲这个佛机啊，就是说他这个机啊，就是机眼啊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这一生呢。他修学的程度是在哪一个层次？有的人他这一生他只是想得人天如报，那么佛教他人天法；有的人只是他自己想了生死，教他二者；有的人发大心他要当菩萨，佛教他菩萨；有的人他想这一生我就要做佛了，像六祖到黄梅去，五祖问他你来干什么，他说我来求做佛的，那就叫他做，这个叫佛机。个人呢、现在呢，他的需要不一样，这是指眼前来讲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文里面来。啊，所以以四机合其结，这个结叫十结因缘。因为在佛法讲这个佛度众生这个十劫因缘是要能够明了观察。这个十劫因缘还没到那你也勉强不得。勉强不得。比如说我们学了佛了，那么也希望我们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他早一天觉悟，赶快来学佛。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修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都是第一个就想到自己的亲人佛法这么好，赶快告诉他，劝他来学佛。那么我们劝的，有的人他接受了，有的人他未必会接受，甚至呢他还排斥，还给你诽谤。那接受的人就是他时节因缘到了，那么他可以接受。那还不能接受，就是他的时节因缘还没有到。那么还没有到，我们跟他介绍，给他落个印象，给他一个种子。那么要等待时节因缘成熟了，他才会接受。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阶段也勉强不来，也无法去勉强。你越勉强他，他就越排斥，他就干脆把你的佛经统统给你丢掉、烧掉。这个我们都看过。那么时节因缘成熟了，这个快慢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有的人他现在不能接受，三五年之后，他反而能接受，他时节因缘到。个人的早晚时间不一样，有的时间长，有的时间短。那么时间一年成熟那么他自然他就会来学所以这个也不能勉强。所以佛法呢，它是让你自己去看到去接触到但是它不会勉强不会用硬拉的。不用硬拉的，硬抓的，一抓的也没有用。你给他抓来他未必会接受。
这个是佛教的传教，它是比较属于一种顺其自然的，不是勉强，不是用勉强的，比如古时候呢，化妆啊、化妆啊、试验挂这个，就告诉他今天有什么活动什么活动，那你想要来参加你自己来，但是他会发这个信息出去，会发布出去，他不会去你家把你硬给你挖过来。我以前在我十九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刚听老宋讲，那有一天晚上在台北市逛街，刚好找到台北工专附近，他两个基督教的传教士穿着那个这个神爱世人那个衣服，然后一个人给我拉一只手，叫了一部出租车来，说。叫我去听道，他说我们这个美国回来这个牧师很会讲道，讲得特别好，特别好啊。我说，哎呀，我没有时间听了。他说没关系的，你不听太可惜了啦。那个这个计程车费我帮你出，我帮你出。这个太会讲了，你没有去哦，你会终身遗憾哦。然后就两个人把我推上那个。出租车，然后一个怕我，这个出租车坐了不知道跑去哪里，一个陪我，那另外一个再拉起他们，我就去听道，我就到那个教堂去了，我就去听道。哦，那听的人蛮多的，哇，那个人，那个牧师从美国回来也是能言善道，然后呢，我其他的我都听的都记不得。我只有记得很清楚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个万物都是上帝造的，那上帝啊，造这个人呐、实在啊，造得太好了。然后好在哪里呢？他说上帝啊，把我们的这个鼻子、鼻孔啊，朝下啊，造这个鼻孔朝下。他如果上帝呢造错了，把我们这个鼻孔朝上，下游就积水了。”他花了那个计程车位，我去就是听到这一句，他说：“哦，上帝太会造这个人的鼻孔，哦，你看上帝多会造的，你看鼻孔这个出气的就是朝下，如果不会造的，一个不会造的，他妈造朝上的，你下雨天的你就积水了。”那时候我已经在听老上的经了，哎呀，这个基督教传教就是会很勉强的硬。叫强硬的要拉你们去。那我在那个大同公司那个时候在里面工作中午休息的时候呢，那有一个同事他信基督教，那时候我也在听经，他就一直拿一本圣经来给我们传道，那我就很喜欢跟他辩，因为我想这个我们佛法懂得比你多，那我问他的问题他一个也回答不出来，他说一个问题，他说无法给你解释。他不能解释，他就，那我说好啊，那我问你啊，那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啊？人生从哪里来？上帝造的啊，我们人都上帝造的啊，上帝给我们捏成泥土，然后就变成人，这样。我说那上帝又谁造的？那上帝本来就有啊。那我跟他讲，我人本来也就有了，那我跟他，他就是拿那一本来批评佛教，怎么，那我就很喜欢跟他辩，他每一天吃过中饭，他很认真，拿那一本就要来给我们传教，那特别呢，对我特别有兴趣，那我又特别喜欢跟他辩，辩到最后呢。他也就也没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他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讲不出一个所以然。我问你的问题，你都我都不满意啊，你的回答我都不满意，无法解除我的疑惑。所以这个佛法呢，教学呢，它是看时节因缘，所以佛法虽然很好，但是时节因缘没有到，
我们也不能勉强他来学。你越勉强了，他越排斥。那么我们是用一个比较随缘性，随缘，然后给他介绍啊，跟他结个缘，种个善根。他后续的呢，在观察他的这个情况。那么如果他有这个意愿呢，进一步我们再提供给他。那如果没有意愿呢，我们就先暂停了。等待时节因缘成熟了，他觉悟了，再去跟他讲，或者可能要再等了几年之后，他慢慢的觉悟。所以这个观察这个时节因缘啊，以世机合其节，节就是时节因缘，配合他这个时节因缘。那佛呢，他观察的非常明确。这个众生呢，现在是什么程度？你只能教他到什么程度？你多了他不能接受，没有用。那么要等待时机，所以以世机合其节，以众圣合其明显。那么众圣啊，一切诸佛，十方诸佛如来。这个明显呢、这是讲感应。互相啊都有感应加持，佛跟佛之间也互相加持，互相感应。所以一切诸佛也念佛啊，彼此互相念。所以师乃佛大圣人，自周法界，穷理尽性之绝量。那么佛呢，这个自周法界，周就是周遍。整个法界呢，它没有不明了的穷理尽性之绝了，达到了极处了，这个叫穷理尽性上辉声闻缘觉境界，况其他甚乎那么这个是讲不是声闻缘觉境界所能达到。那何况其他呢？其他就是世间圣人嘛，这个初世间的声闻缘觉都达不到，何况世间圣人呢？况其他圣乎？今言圣人简归四圣，乃初世三圣圣。现在呢，讲这个上至诸佛圣人这里给我们。注解啊，简是简别，不是世间圣人，是讲出世间呐、三圣的圣。从阿罗汉、圆觉这个阿罗汉呢、这个圆觉是小圣的圣那么这个菩萨是大圣的圣，那么佛是。一佛圣的圣，一乘的圣，以四圣无果位故因为世间圣贤呐、他没有证得这个果位所以这里是指出世间圣。那么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一段。这个下面呢，师则人之魔幻这个我们明天讲这个师。明天再来跟大家学习。